者林金若台北报道，肯德基和必胜客两大素食业者合计超过350家门市，双方联手推出 PK 双享卡，是业界首创第一张完全使用手机 APP 的行动会员卡，希望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商业效益。必胜客与肯德基双品牌联手推出 PK 双享卡行动会员卡，希望品牌结盟能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多元的回馈与消费体验。肯德基提供领先业界突破只接受来电消费使用的限制， PK 双享卡不限任何消费方式，包括门市消费、网络订餐、内用、外带、外送，只要在双品牌消费都可以累积点数兑换点数，而点数兑换更是洞悉消费者需求，顾客可任选折抵餐点或是折抵现金消费。PK 双享卡为业界首创第一张完全使用手机 APP 的行动会员卡，主打消费免带卡、几点可折现以及多项会员好康回馈，凡与双品牌消费不限任何消费方式皆可几点兑点抵餐点或折现。肯德基提供使用 PK 双享卡可在全台必胜客或肯德基消费皆可累积点数，且点数互通，美味的选择更多，优惠几点点更快速，无论是门市消费或与网络订餐，皆能有效累积点数，不再受限于消费方式，且购卡当笔消费立即几点，几点更便利，可选择将点数直接兑换成个人喜爱的比萨、炸鸡或各式副餐等美味餐点，或者也可以二点折一元的方式折抵现金购买餐点，会员仅需缴交年费100元，每年都可获得价值超过100元的购卡好礼以及生日礼金100元，还有会员专属优惠券、会员独享 APP 专属优惠。